同治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留给中国人太深刻的记忆。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女人，她的身世曾给后人留下重重疑云。官宦世家的出身造就了她不甘寂寞、总想要出人头地的性格。她从一名普通的秀女一步步成为大清国的皇太后，而她真正跨上政治舞台掌控朝政，是她入宫十一年后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开始的。北京满洲镶蓝旗，惠征家出了一个慈禧，做了大清国的皇太后，实际执掌朝政达半个世纪，而且他的亲生儿子同治做了大清国的第十任皇帝，这的确是个重要的事情。慈禧的丈夫咸丰死了之后，儿子登基做了皇帝，他垂帘听政。但是有一条，就是咸丰断气之日，就是朝廷酝酿宫廷之变之时。这次重大的宫廷政变啊，历史上叫做辛酉政变，因为这一年是咸丰十一年，我们中国的农历呢是辛酉年，所以把这次政变呢叫辛酉政变。这个辛酉政变是清朝历史上，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政变。辛酉政变前，朝廷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第一股就是顾命八大臣，辛酉政变呢主要是这三股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这场斗争呢就是帝后势力和恭亲王他们这个帝印势力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大臣势力。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情日渐加重，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载淳年方六岁，无法掌权理政，因此用何人以何种方式辅佐幼帝，一时成为头等大事。咸丰帝再三权衡，于临终的前一天宣布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辅佐载淳执政。新皇帝尚未登基，肃顺等八大臣就开始执掌大权，包揽事情呢，得从咸丰死这天说起。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
咸丰死了，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之爽殿。咸丰死之前做了三件事：第一，指定他独生子同治做皇太子，以后继承皇位；第二，就任命了八个大臣，当时叫赞襄政务八大臣，就是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和他弟弟大学士傅顺。底下呢就是景寿，是咸丰的妹夫、额驸、御前大臣，还有四个军机大臣，就是沐荫、匡源、杜汉和焦佑寅，还有第三，他有两枚印章，就是御赏和统道堂。御赏章让慈安掌握，统道堂的章归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皇帝发布诏谕的时候，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这样就起到一个互相牵制的作用。这三条很重要。从咸丰十七日死到月底，十多天，主要就做了这两件事情。那顾命八大臣做什么呢？这时候是第一办丧事，第二呢就处理一些日常的军机事务。但是政变已经在酝酿。怎么酝酿呢？就是恭亲王奕欣在北京要求到承德奔丧，八大臣不同意，说北京事情很重要，你不要来。奕欣就又申请，说我的亲哥哥故去了，我要去奔丧。几次申请，后来同意了。你不让他弟弟来给他哥哥奔丧也不合理啊，你同意了。八月初一，奕欣赶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在咸丰陵前痛哭哀悼，祭奠之后就要求见两宫太后。恭亲王爷，臣奕欣叩见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谢太后，要拦他们也容易，只说年轻叔嫂，理应避嫌，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理由？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就是啊，马后炮。好了好了，别窝里反好不好？有什么大不了？见就让他们见，鬼子六，能玩得出什么名堂？两宫太后放心，京城已经平安无事。最重要的是那些洋人。洋人方面也主张两宫垂帘，亲王秉政，所以绝不会有问题。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尽可放宽心。不过千万要小心，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一切包在臣身上。见楼之后，两宫太后和奕欣秘密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次见面
就把辛酉政变的计划定下来了。这时候这时候奕欣是30岁，慈禧27岁，慈安25岁。奕欣见了两宫太后之后没有走，在承德停留了6天。这6天呢，奕欣是政治上很成熟，也很有心计，对顾命八大臣是毕恭毕敬，表现非常强硬，心情很悲痛，要跟他们一起度过大丧的这个难国家的难关，麻痹了八大臣。6天之后，奕欣就赶回北京。恭亲王奕欣以奔丧为名赶到热河，与两宫太后秘密商定了夺权的计划，然后返京布置，暗中做政变的准备。自进宫之日就想着要出人头地的慈禧太后，在热河的这段日子并未沉浸在悲痛中，而是积极寻求夺权的对策。顾命八大臣自以为已经掌握实权，忙于料理咸丰的丧事，为慈禧和奕欣发动宫廷政变提供了。慈禧在热河与八大臣周旋，并借机带着载淳提前赶回京城。八大臣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刀光剑影将置他们于死地的政府就任命纯郡王奕轩，就恰个任正黄旗汉军都统，就是在北京要掌握军队的实权。第二天初6，御史董元淳就上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主要意思2条，第一条就要两宫太后亲自理政，等皇帝长大之后再归政；第二条就是要减派1到2个亲王辅政，这就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欣做议政王辅政的一个前奏。你们看看，皇帝在这里，他还不会说话，6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你们听清楚，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折子拿回去，照我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拟制来看。只是国事和家事不同，请太后收回成命。收回成命？哼，太后说的话不算，皇帝太小又不会说，那么只有你们怎么说怎么是了。太后如果听信人言，臣等不能奉命。怎么，你们要抗旨？我们深受大行皇帝的顾命，执行的是大行皇帝的遗诏。太后，请太后顾全圣谕的提督。八大臣不同意，慈禧和慈安就坚持要批
这个动员群的作者，争吵很厉害，说肃顺升镇殿堂，有的书记载因为争吵很厉害，同志吓得直哭，而且尿了裤子，不欢而散。八大臣准备，特别是载垣、端华，准备用不理朝政，就我不听政了，来向要挟。经过几天，八大臣考虑呢，表面上做了让步，缓冲一下，可以这样子。意思是等了回了北京再说。回了北京，皇帝发了丧之后，他们掌握实权，怎么做都可以。到8月18日，就宣布，咸丰的凌驾，9月23起驾，29到北京。这个八大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咸丰17号就死了，9月23号才开始往回运着陵，你中间时间很长了，就给奕欣他们做政变一个准备的时间。9月初4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慈禧就说正亲王端华呀，说你这个事情太多，忙不过来，也别累坏了。端华就说呢，说那这个步军统领我不做了，行在步军统领我还做，就是在承德这个步军统领他做，北京的这个步军统领他就不做了。慈禧接着他就说，那就让奕轩做吧。于是奕轩呢就做了北京的步军统领，整个北京城的卫戍部队完全在奕轩控制下。不久又任命奕轩做巡捕营，管呢巡捕营的事，抓人呢，就把这个军权和警卫权呢就交给了奕轩。这是9月初4。9月23，咸丰的凌驾从承德起运，这里面又发生一个重大事情。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啊，就说这孩子太小啊，同志才6岁呀、啊，你要一面走一面哭啊，从承德跟着官这个，跟着这个灵柩回来啊，说这孩子啊，让他先回去，只陪凌驾1天，完了就直接回北京。到北京之后呢，再迎接这灵柩。八大臣觉得也有理啊，那就让同志先回去吧。同志6岁呀、啊，说他妈妈就陪着呀、啊，这样两宫太后和同志。9月23起驾之后，就陪了1天，然后从小道迅速赶回北京。9月29号到了北京，当天接见恭亲王奕欣，第二天30号发动政变。政变的这个谕旨啊，事先拟好了，拟好了。那两枚章啊，谕赏和通道汤章啊，就在他们手里头啊。先盖上谕赏章，又盖上通道堂章，谕旨生效了。你八大臣，你可以拟定谕旨，但是你不盖章，不能生效。
这一生效呢，任命了新的军机大臣。肃慎护从子宫，已过青石桥，着派瑞亲王仁寿、醇亲王奕轩将肃慎押解来京。来啊！是。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去爵位，拿交宗人府。还站着干嘛？给我拿！是啊，你们混账，你们要死！你们敢这样对待官人？岂有此理！还命啊，教子！我的教子！还命啊，我的教子！还命啊！啊，帽子！哎，帽子！我的帽子！你们几个老提祖制祖制的，现在咱们就以祖制吧。景寿、沐荫、匡元、杜汉、焦佑营退出军机，应得之咎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汉瞻科道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谢恩。就派了奕轩，他是步军统领啊，他又管善捕营事啊，到了密云。这个时候肃顺呢、啊、还跟着灵柩，夜里头正睡着很香，打了呼噜睡觉的时候，突然就进了屋子，就把他给逼出来。肃顺不服啊，不服你也不行啊，抓了之后就押到北京。到了这个牢房一看啊，那个义亲王载垣和正亲王端华已经被抓在这待着了。第二天十月初一宣布义亲公宣布恭亲王义亲是任义正王军机大臣。十月初六还有谕旨啊，也盖上御赏和宗道章章啊，宣布赐义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自尽，派员到了宗人府的那空的屋子里头亲自监视这两个亲王自尽。把端华的亲弟弟肃顺大学士出斩，鸭子要斩的时候肃顺不服，咆哮谩骂不服，刽子手啊用铁柄打他，把两个腿的那个胫骨打折了，跪下完了就斩首。景寿因为是先锋的妹夫，革职，他保留一份俸禄。那四个军机大臣沐荫、匡元、杜汉、焦佑营革职，其中沐荫还发往军台效力。到十一月初一，慈禧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左边站的就是恭亲王奕欣，右面站的是醇郡王奕轩，就是六阿哥和七阿哥。新有政变，以慈禧、以两宫皇太后和奕欣的胜利，以顾命八大臣的失败而结束。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变成了现实。随后他又削弱了恭亲王奕欣的权势，开始了皇太后临朝执政独掌大权的时期。被砍头被关押的顾命八大臣都曾是辅佐咸丰帝的亲信大臣，在朝廷中可谓呼风唤雨，为何会落得如此惨败的下场？一个出身于普通官宦人家的女子，为什么能取得这场政变的胜利？从此执掌朝政近半个世纪，她是靠什么稳固了自己独裁统治的根基呢？辛酉政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原因很多，我主要想说四点。第一，争取民心。英法联军打到北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没有的。洋鬼子打到北京，占了天坛，进入皇宫，的的确确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而且把圆明园烧了，怎么交代？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第一条说这个就是由于当时在世大臣的责任，因为端华他们又擒了八下里，事态扩大，他们才打到北京，因为他们误导了咸丰皇帝，所以他才到承德避暑山庄，咸丰想回来他们还阻挠不让回来，所有历史责任一律加到顾命八大臣的头上。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当时的官心、军心、民心的不满一律都倾泻到八大臣头上，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八大臣成了替罪羔羊。有时候我想啊，如果八大臣回到北京把丧事办完了之后，办完之后也可能把奕欣他们承办北京条约就是你奕欣签订的，所有责任就加到你奕欣头上啊，然后杀了你奕欣以谢天下。所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紧紧抓住了官心、军心、民心的不满，把这些不满引导到八大臣身上，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我举一个例子，当时两个集团朝廷嘛，一个是承德集团，一个北京集团。承德集团主要那八大臣我就说过了，那北京集团主要是谁呢？王公贵族就是奕欣、奕轩为代表，朝廷里面呢一个就是文祥，文祥是军机大臣，他和奕欣关系好，当时先锋要逃难到承德的时候，文祥不同意，文祥说应该在北京，肃顺他们不满意，所以五个军机大臣四个到了承德，就把文祥留在北京，五个军机大臣四个都是顾命大臣，就把文祥甩开了留在北京，文祥肯定不满意。第二个是桂良，桂良是奕欣的岳父，到承德的时候没让桂良去，把桂良留。第三个是宝钧呢，政变之后做了军机大臣，宝钧是户部侍郎，
户部尚书是肃顺监制。他们逃跑之前要钱装修这个避暑山庄，温香说没有钱，说现在啊各个方面都很困难，装修重缓，就没让这个宝军呢、到承德，把他留在北京。第四个是翁新存，就是翁同龢的父亲，他对肃顺不满，有一个事情跟肃顺有冲突，肃顺把翁新存降五级，留在北京。还有一个叫贾珍，是皇帝的老师啊，他说我不走。贾珍是山东人呢，进士啊，很有骨气啊。历史记载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说贾珍日微坐，正襟危坐，日微坐天安门，阻拦彝人进入皇宫。就他在天安门前头正军围坐，阻挡英法联军进入皇宫，那很有骨气啊。他有身份的人，是皇帝的老师啊。你像文祥、桂良、宝钧、翁金屯、贾珍，这样地位很高和社会名流都站在一心一边，他们都对八大臣很不满意，这就形成了一心的这个集团的力量。所以惩办了八大臣，北京的这个集团以一心为首，北京集团可以说是拍手称快。第二，掌握了皇权。八大臣以为啊，他们掌握了实际权力，但是在当时的帝制社会里头，最主要权力是同治。同治虽然他六岁啊，但是那两枚图章在他妈妈手里，一个御赏，一个通辽堂。朝廷里头其他的大臣拟好的谕旨之后盖上章就可以生效，你军机大臣也好，大学士也好，六部尚书也好，盖上章就可以罢免了，盖上章就可以任命了。两宫太后和奕欣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皇权，利用了这个皇权，一举粉碎了八大臣集团。第三，抢占先机，就是先发制人。八大臣集团肯定他也有想法，他还正在办理丧事呢，还在麻痹呢，这面已经做好政变准备了，肃顺陪着灵柩还在路上呢，就把你给抓了。抓完了之后，很快迅雷不及掩耳，把三个最主要的，两个自尽，一个出斩，其他五位革职。第四，破釜沉舟。这场宫廷斗争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八大臣集团把丧事处理完了之后，必然要对付以奕欣为首的这个集团和两宫太后。有的书记载说，慈禧在承德听说肃顺想咸丰皇帝建议，就说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钩弋夫人的故事，杀其母而立其子，
将来你一定要不改常态，如我在日一样。皇上，奴才若敢不敬主子，叫奴才天诛地灭，碎尸万段。宜贵妃一直想爬到皇后的头上去，你要想办法制止她。小勾弋古是说汉武帝的勾弋夫人？对，汉武帝想立太子，唯恐他的生母勾弋夫人持子为帝而骄，所以先杀了勾弋，后立太子。你是说小勾弋古是？废咸丰已死，慈禧战战兢兢，不知道哪天就被杀了，完了让他儿子来做皇帝。所以这场政变对慈禧对奕欣都是可以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所以慈禧慈安也同意了，和奕欣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这场政变的结果就是两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欣做议政王、军机大臣，历史又重演了。顺治当年的时候六岁登基，母后皇太后就是孝庄，皇叔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历史又重演了，几乎完全相似了。但是有两点不同。第一点，当年的孝庄太后没有在台前，而是在幕后，用太后训政遗旨的名义来辅佐他的儿子顺治。慈禧相反，慈禧在台前垂帘听政，这是第一。第二点不同，睿亲王多尔衮当时摄政只是七年，他死了之后顺治就亲政。恭亲王奕欣不是，一直到同治死他还是议政王、军机大臣。所以同治这在位十三年几乎就没有亲政，辛酉政变之后就出现了这么个局面，清朝的体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垂帘听政。这是清朝历史上没有过的，后来又演变成皇太后专权，演变成慈禧专权，实际掌握朝政42年，影响清朝的历史，影响中国近代的历史，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下一讲呢，我就要讲同治的新政，同治重修圆明园和同治死因之谜。同治皇帝亲政只有2年，19岁便死去，他是清朝皇帝中寿命最短的一个。他虽然6岁登基，但作为傀儡完全听命于垂帘听政的母后，他希望有所作为，却与母后冲突不断，压抑而又放纵的生活断送了他19岁的年轻生命。